学 IT 高端课程就来好程序员，年薪200,000起。好程序员，开启未来架构师之路。好，大家好，这里是千锋教育好程序员，我是大数据讲师小米老师。那么咱继续讲解这个电商项目。那么这个电商项目呢，咱们上一课呢说到了我们的这个表的实现，对吧？不过上一课有一点小的问题啊，这个小的问题呢，我就没有去花再多时间去弄它了啊，因为咱们那个数据呢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误差，不过这个误差呢不影响，好吧？哎，这个表不影响，只不过说这个表呢，咱们在做的时候呢是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好吧？产品表，这个表呢在去处理的时候呢，它里面这个取数据是没有啊，它是一个空字段，对吧？没取出来，可能是在我导数据或者说在咱们这个去把数据产生的时候，我们这个数据可能就丢了一段。啊，可能就丢一段，所以说咱们查的时候都是空。不过这个是一个逻辑没问题，好吧？啊，咱们处理逻辑没问题，只不过是咱们表的数据没拿出来啊。好 ，OK。然后咱们继续往下来啊，看一下这个用户的这个产品关注表啊，大家写住是啊，用户产品关注表，好吧？那么这个用户产品关注表，我们看一下这个用户产品关注表啊。它这个里面呢要什么字段呢，和上面是不是也类似啊，好吧，它这块只是多加了一个 target ID， 对吧？哎，多加了一个 target ID 啊，其他没什么啊，其他没什么。然后呢我们这个 action 应该取什么，哎，我们这个 action 应该取什么，那这块呢咱们要想一想产品的关注表咱们应该怎么去做。你看一下它这块有一个产品 ID，对吧？它需要一个产品 ID， 那么这个关注应该是零几呢？肯定也是咱们这个用户相关的什么呀？这个05吧，交互行为吧，对吧？因为它是对产品关注嘛。然后之后交互行为应该取几呢？点击才能有关注吧？02吧，对吧？哎，我们要取这个02啊，好吧？哎，我们这块要取02。之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啊，我们再看一下。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表的时候可以去做一下啊，因为我们要去取这里面的这个产品关注啊，产品关注里面的这个关注的我们的什么呀？我们的这个 ID 是吧？产品关注的 ID， 产品关注的 ID， 那这就简单了呀。对吧，这就简单了， ID 咱们是不是直接可以取到啊，对不对啊，咱们是不是直接拿到了啊，对吧？05里面不就有吗，有 ID 吗，看一下啊，02，对吧？然后先取05，再取02，对吧？ event type 取点击事件，点击事件里面是不是有 ID 啊，哎，我不知道这儿呢有没有 IDS 是吧。好，那我们看一下，这应该是一个 ID 啊，好吧，这应该是一个 ID 啊，产品关注的。之后大家不要忘了，你的什么呀？产品这块 action 要找关注，关注代表零几啊，01吧，啊，这还得加上，哎，对我们这个01给你加上。所以说咱们在进行写的时候呢，这块要注意一下啊，这块要注意一下，我们的关注 ID 要取什么呀？取01，好吧，要取01。OK， 那咱们写一下吧，把这个 circle 写一下啊。我们分两步来写啊，首先第一步呢，先把什么呀，这个最基本的分区啊，分区表嘛，取分区事件啊，取分区事件，分区事件。好，我们先把上面这个类似的 copy 一份啊，好，然后呢这个表咱们拿过来啊，搞定啊。然后这里面需要变哪一块吗？是不是需要变这一块啊？这个 ID 用变吗？这个 ID 是不用变的吧，咱们直接取吧，对吧？然后这块需要变一下， X 是不是这块不能是它了呀？咱们是不是05啊，05，对吧？好，然后并且按的什么呀， event type， 得多少，是不是等于咱们的00000002是吧？好，
好，搞定，这是第一步啊，这是第一步。第一步之后呢，我先把这个给去掉啊，先放下面啊。好，首先第一步先查，然后呢把它当成一个什么呀，类似于自然语吧，好吧啊，再来一个这样 law s， 好，来一块对咱们的什么呀这个数据包起来啊。好，然后我们这块是不是还得取个字呀、啊？是不是还有那个 target action 呢、啊？你到底是什么行为的呀、啊？对不对啊？ACTF action 对吧 ？target action， 然后给它取个名字。好 ，OK， 搞定。这样的话，咱们取到当前的这个数据，取到这个数据之后呢，我们按天这个什么呀取值，取值之后呢，我们 if type 是02点击之后呢，我们再对这个数据取完之后，再对这个什么呀，相对子弹云这个表对吧，咱们什么呀再进行操作呗，再对它操作呗，对不对啊？啊，再对它操作其实也比较简单啊，咱们把上面这一大堆拿过来啊，这样对吧？然后呢，这下面取什么呀？这下面取我们的。比如说什么呀？咱们的 from 对吧？表是哪个表啊？是不是它呀？这个是可以一起执行的啊。哎，为了放在一起啊，然后呢，它给的 action 等于我写死了啊。等于几啊？01吧，关注是吧？好，这样可以了。然后这里面取什么呀？取咱们的它给的 ID， 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啊？没问题吧？啊，就这样。你可以直接什么呀把它给跑一下，好吧，你可以直接把它给跑一下，那我们运一下呗，看它会不会出错，好吧，直接这样跑啊，好吧，直接这样跑，走你。他说咱们的 get 进的 object 它里面的 target action 没有对吧，他 get action 没有找到这个字段，看一眼啊 ，s 他给的 action， 然后呢，这个他给的 action， 我们通过 where 取值，取值之后 select sir from， 他说在这里面有一个他给的 action， 然后呢，我们的 int state statement。我们先试一下这句话呀，能不能查出来啊？没有，没有这个 target get JSON object 对它进行处理，它怎么能没有呢？这里面啊。05里面没有 target action， 我取的是02怎么看，别搞错了这块啊，02是一个点击对吧，点击呢这里面我们看一下点击行为，然后这个取到它对吧，取它之后呢我们这里是有啊，是有的呀，看到了吗，是有的呀，我们可以查一下这个原始数据啊，然后再看一下刚刚查出来的东西啊。我直接把这个数据打印一下啊，省着他这个什么呀，停车场他不要啊。这样对吧？这样好一点啊，咱们看一下啊，看有没有他给的 action， 确实没有。哎，有啊，他给的 action 有啊，01是吧，都是01，看到了吧，我是写错了吗，
这块咱们看一下笔记错漏啊。好，来看一下。刚才现在 upside 的 taking action。这个咱们写错了吗？这个名字 taking action。你别写这个名了，换个名吧。嗯，这个确实有点问题啊，这个我看一下啊，把它给注掉一下啊。就是没有这个。我这里也没有写错呀，哦，拉个逗号。哦，拉个逗号啊，找了半天啊，拉个逗号啊。这个东西啊，真是注意细节啊。好，可以了，可以之后呢，我们把这个全部跑一下。逗号啊，看一下逗号有没有，看逗号有没有啊。嗯，然后呢，他说这个表啊，你这个表不存在是吧？咱没创建吧？来创一下啊，这表咱们没创建啊。哎呦，OK 啊，有了啊，然后把它执行一下。然后呢，它这块有一个什么呀？说2020-13是吧？没有这一列啊，没有这一列。好，那我给你加一列吧，来一列，好吧 ？BDP OK， 走。哎，怎么回事？我加上这一列了呀，然后之后我查询。嗯，他给的 ID CT， 哎，行吧，就这样吧，是吧？摆了一列啊，好吧，这样就可以了啊。啊，那咱们可能出一点小 bug 呀，这没问题啊，都是小问题啊，好吧？那咱们先看一下 HDS， 哎不。看一下什么呀？看一下咱们这个里面这个 flag 的吧，然后咱们查一下这个表，里面有个数据可以了啊。走，有了，好 ，OK， 搞定。那咱们这个用户的关注表就做完了。好，这节课呢，咱们就讲到这儿。